2020年9月5日，母神，我想要你只是做自己。传导，而 Anna Velasquez 译者 Nick Chen。问候，我的孩子们，我是母神，今天我前来帮助你看到真相。如我所知，你对发生在你周围的一切感到困惑，尤其伴随着病毒的情况，你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媒体的相互矛盾的信息。我前来指引你通过这个进程，展示你什么是真正的真相。真相是你在新闻听到或看到的一切都不是真的。真相是你会没事的，没什么会发生在你身上。这个病毒是黑暗存有用来困惑你，让你充满恐惧的，这样他们可以控制你和你的生活。我想要展示你爱有多强大，爱是可以被任何人体验的最高情感，可以融化和溶解许多围绕着你的负面事物和能量。我注意到此刻你在被分心和对什么是正确的事情应该去做感到困惑。没有正确或错误的答案，你应该总是跟随内在的指引。你的心会告诉你你可以做什么，什么是正确的决定，或者如何处理出现在你道路上的任何障碍。我爱你，孩子们，看到你经历所有这些困难和来自你们政府与媒体的窒息让我很心痛。他们从未站在你这一边，总是传导并跟随着黑暗的议程。我知道你们医学人非常辛苦，勤奋地在致力于帮助他人看到光。我们其他人很感谢你的努力和奉献，来帮助地球母亲和人类移动到更高的能量。现在每天都有着事情在发生，一个又一个的负面事件，看似永远不会停止。尤其是天气，你们遭遇了大量的天气问题。地球上的天气被人为控制了很长的时间，看到有人使用这个技术摧毁一切，而不是帮助人类过上更好更舒适的生活，我很难过。如你现在所知，你从许多源头那听说，你的扬升进程有着跌宕起伏，它取决于每一天你有多奉献，你有多经常冥想，把自己带到更高的能量并与你的灵魂连接。每一次你想到或伸手拿你的平板或手机，你就用这个世界的二元性令自己分心，你没有过上真正的生活，你只是载过它的影子。你应该体验的生活是自由的、繁荣的、幸福的，它从未发生。到目前为止，因为你被负面的实体控制和掌控，他们处于这里数千年了。作为母神，我感到是时候让他们回家了，回到自己的家，停止打扰这个星球和其上的生命。通过每天让你们经历负面的体验，通过用风暴、战争吓唬你们，通过不断的让你们被别人利用，总是会有某种障碍出现在你的生活中。请试着去成为一个专注的学生，把启蒙、爱、光带给这个星球。这里有着我的孩子，你们都是我的孩子，其中一些孩子试图通过疗愈这个星球，通过发送爱与光来帮助地球，但他们需要你的帮助，他们无法靠自己去做一切，他们需要你的输入力量、爱与光，你就在内在携带住，去把他们释放到世界中，帮助将世界各地的人统一成一个巨大的家庭，然后把这个现实转变成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，盖亚的黄金时代。我想要你只是做自己，开始感受你的情感，爱的情感，愿意帮助他人，对你拥有的表达感恩，总是能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我是母神，我爱你们所有人，你怎么样或你是谁不重要，我还是爱你，因为你是我的造物，我的孩子。当你决定来到地球，你知道你的使命是帮助人类，拯救这个星球。我希望看到你开始理解这是什么意思，你在这里进行使命，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。你的头脑非常复杂，它总是质疑你所做的一切，几乎每一秒都在困惑你。将你的头脑放到一边，让你的心闪耀，展示你通往自由的道路。它知道该怎么做，如何去做，只是敞开你的心，让来自他人的爱与光进入。不要害怕成为你的琐事，你是来自不同星球、星系、宇宙的存在，来帮助盖亚母亲。你忘记了你是谁，出于负面存有强加与操纵的无数次化身，他们认为你永远无法醒来并看到真相，真相到底意味着什么。你们一些人依旧沉睡，我理解你没有准备好看到光，即使你之内就携带着光，那一天会到来，你会睁开眼睛，你会说，哇，
我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正在改变和转变，如此多的新事物和意想不到的东西。请记住，你们都被我们、银河存有、我、最初造物主、扬声大师以及其他不同的文明准备住来帮助你，只要他们认为你能够与他们交互并接收他们的帮助、祝福住、支持着。处于爱与光中，我爱你们所有人。谢谢你，母神。